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县长翁章良。提醒大家，诈骗的方式很多，请小心预防。如果你接到电话，自称是网路购物业者，银行来电，谎称设定错误，需要重复扣款，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进行解除设定，这就是诈骗。另外，如果在网路看到稳赚不赔、花小钱赚大钱的广告，千万不要相信陌生人会教你赚钱，不要加入来路不明的群组。切记，你要对方的利润，歹徒要你的本金。有疑问，请拨打165或者是110向警方查证。嘉义县政府关心大家。